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前阵子抱着氧气袋登台演出的画面，让歌迷们看了十分不舍。日前阿信在深夜发文坦诚，自己在中国泉州的演出结束后就生了一场小病，但因为行程忙碌的关系，没有及时看诊休息，一直拖着这场病持续工作了9天。虽然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昏昏沉沉的，却也在欢乐的氛围下顺利的唱完了3天的演唱会。此外，阿信也表示目前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，向大家透露这些是为了献上最真诚的歉意，而不是让大家担心他，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身体，没能呈现最完美的演出，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。阿信也充满感触的直言，人生就像是一场游戏，随时都有可能闯入意料之外的关卡，最后结局都是无法预料的。但在每次突破难关时，他都会拿出最好的自己，同时也不忘提醒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you